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鱼女欧拉。好，这次来到鱼女，皮肤是迷迭香，是一个很香的皮肤。有谁比它更香呢？百里香比它更香吗？迷迭香我是觉得蛮香，但是有些人不太喜欢它的味道，为什么？因为躲在这里耶，假装看不到。哎，你在这里哦，原来你躲在这里耶，我差点看不到你耶。啊，别闹了好吗？刚刚很明显耶。好，接下来一下我方的阵容，我方阵容呢就是，哎，是谁？杰克是不是？应该是杰克啦，对，是杰克。好，那它是夜来香的皮肤吗？也不是，一般皮肤也没有到夜来香那么高级。好，哎，这样好像在 diss 自己的队友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就是皮肤这种看看就好了。对，就是好看不见得实力强，好不好？接下来下敌方阵容就是这个是园丁，对不对？园丁咒术师啊，先介绍囚徒好了，刚刚都打到囚徒跟园丁，但是囚徒不见了。好，咒术师古龙山舞女作曲家医生还有祭司。好，现在就这个园丁。园丁用想用什么？他老爸是不是？他老爸赶来之前戳到他一下。他老爸动作有点慢哦。他老爸是不是腿短啊？移动速度不行啊。好 ，OK。他老爸应该是说还有几秒赶往战场的路上，但是就是来不及了。好，故意左右摇摆。哎，我就是想戳你而已，闪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抓到园丁。好，我们这局呢，永明镇的地图基本上就是很好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毕竟鱼女是速度很快嘛，所以绕一整圈要遇到人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这谁？作曲家哎、欸，啊，原皮他加速了，一个声音代表说他的到一个点，就是音符呢到一个点，就是他有按到那个音符，还不错。又在这边戳到了是不是？好，继续来追。作曲家，其实他的加速怎么说很快吗？我倒是觉得还好，没有到很快、欸，还是鱼女速度本身就比较快一点，也没有啊。他平常状态，除非是这种状态，游的状态比较快吧。其他时还还好。哦，好像有人来救是不是？我先绕一整圈，等来的时候我再收叉，收叉用水淹。杰克来了，啊，没收到人。谁来救？哦，古董商，好像还有一个鱼女放了缓速音乐盒。来呀、啊，正则，打到，过于完美，过于完美啊，各位，正则。真假？哇哦！叫我正则 Queen， 我是正则 Queen， 现在已经改称号了，好不好？天哪，这太多正则了吧！刚刚那一下真的太过瘾了啦，不是一下是三下，一下没正则，两下正则，再正则一下，就跟你说我是正则 Queen， 不要惹正则 Queen。可以了，各位这局可以，我满意了，整个。闪光点就在刚刚了吧 ？OK， 收差收太慢，但是应该还是戳得到啊，可以了，耶、yeah ！戳到了，是不是？杰克就负责捡尸体就好了，他就负责捡就好了，他其他都不用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他就是捡完之后就可以去休息了。好，这是谁？玩偶哎，戳一下，我会跑吗？古董商似乎还是有人会去救吧？是不是来了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这是医生。好，正则 Queen 来喽。正，完了，封号没了，称号消失，称号消失，史上称号消失最快的就是现在。好，再继续抓，还是没有走远了，是不是？但舞女又被救了。好，哎。杰克没在手是不是？真亏我这边正则困个半天，结果跑光光，是不是？亏，有点亏、哦。好像没有人来救古董商了，是不是？可以了吧？哦，祭司你还来？正则困，称号又回来了。哎，谁开我枪的没品？是不是可以？正则那么多次。好歹应该他们应该会花时间治愈自己，拖一下时间吧，是不是？来干嘛？
他等着戳我是不是？好，我等着戳你。CD 结束。好了，可以了啦，戳到古董上可以飞了啦，总算飞了一个古董上，还给园丁两个人，然后破译机上两台。天哪，我觉得刚刚明明就已经很优势了，但是为什么破译的时间、破译的速度这么快啊？匪夷所思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会赢才对吧？可是看样子好像又不是这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人在？哎，破译掉了，是哦，是作曲家，讨人厌的作曲家，现在破译速度蛮快的，还要不要让监管活？这个作曲家既会加速，然后又会破译，有这么全才的吗？有这么全才的角色吗？你现在看到了，那就是这么全才。好，你要说很考验他的音符的这个 QTE 吗？也没有很考验啊，因为并不会很难啊。所以就真的，这个会改弱吧？作曲家，他要再加速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风骚走位，进去吧。好，再一下哦，死，打掉。杰克在那边吗？哎，破译掉了。哎，这时候被打倒了。好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杰克抓到作曲家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来看一下，现在飞掉两个而已，有一点危险啊，是非常的危险。有足迹在哪里？上楼了吗？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欸嘿，刹车不及，他也下来了吧？哦，他下来了。好，我被开枪了，我被开枪了，我来追，跑不远。致命一戳，再一下，致命二戳。好，他为何不压板？可是他以为他躲起来了，为什么这群人都以为他们自己躲起来了？为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我不是眼睛瞎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技师要等一下，应该有人会来救。哎，囚徒过去，有板想买个东西的，电我。我挥刀，哎，没关系，还有个舞女，现在让舞女打好了。你又开我枪！好，我觉得杰克现在在讽刺我了。他说干得不错，你就不要到时候分数比我低。刚刚到底是谁在一直捡尸体的？是谁？你真的不要分数到比我低哦，杰克，你这样讽刺我。现在看这个影片的人都知道你到底强不强，行不行，好不好？看分数就知道了。好，先帮你让他飞，赶快赶去大门。飞三个了，有点吃力啊，其实有点吃力。谁？囚徒欸，撞一下，还敢破译啊？哦，刚刚想跑是不是？可惜被我拦截到了。哦，我干嘛戳？好，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。电，这能电到我？哦，你跑啊，看谁比较快。比赛，看来是我赢了。拜拜。抓个囚徒来保底也不错啊，不过囚徒好像第一次而已，还要再倒数。哦，医生被救，祭司虽然也被抓了，但是这样子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哎。但是好在大门都没开，作曲家在开大门，又跑掉。你们大家都买球啊？有这么害怕的吗？都买球哎。哎，哎。人数众多，请求协助。人数众多，我这边也在追人啊。作曲家上一下而已。你加速啊！加完了没？啊，加完了。没说到，我拆个板。哎，他还想开大门呢。看一下能不能……啊，我直接拆了啦。好了，拜拜了。他到角落对不对？他一定到角落，拉时间我就知道。不要再拖，还用废人拖下时间，物尽其用的作曲家，他确实给队友争取了不少时间。好吧，有点生气，这作曲家不知道什么玩的，让我有点生气，有点愤怒哎。好，可以了，飞掉医生。好，平局了，接着再来一个，
作曲家，我们就赢了。想接，想从门走，不用想了。差一点要正则，但还是没正则。哦，打到倒地，太棒了！好，咒术师，拜拜，进去吧，赶进去，赶进去。哎呦，又电我。好，险胜，险胜。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分数怎么样。赢。